上，张德教，今天的话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去拍出治愈感的美食。相信各位在各大的平台，某抖啊、某书啊、某 YouTube 啊、某 BD 之类的啊，都有看到那种美食的视频。对，大家都会分享一些他们在美食制作的教程，这样其实他们拍摄都非常非常治愈。但是相信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个拍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我今天的话就来跟大家分享 How to 拍美食。好，那在教大家如何拍摄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拍摄设备。那我这次选择的是比较亲民的设备，就是大家可以比较轻松得到的，那我就不用 HS3 来给大家做拍摄。我这次使用佳能的 EOS RP， 配上它最便宜的50定焦镜头，501.8镜头，这个小饼干头很便宜，就1000块。然后如果是 EF 的话，就是800块。那之前有出一期有关50定焦镜头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如果有想要了解的话 ，OK。好，那再来，你会需要一个三脚架。那我推荐的是这一款曼富图的三脚架。好，先跟各位说一下，这些啊都没有任何的广告啊，我没有任何的植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纯属是我使用起来非常觉得good 的东西。 OK， 好，那这个是曼富图的，这个是安娜买的，她已经用了非常非常久。好，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因为我相信很多拍美食的几乎都是女生，对吧？第一个，它的优点是非常非常轻便，一只手又拿得起来的，比保特瓶再重一点点而已。这个就很简单，你只要这样一掰开就可以拉开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它上面的话，你只需要有一个这个小纽扣，那这个纽扣呢扣在相机的底部，再把它夹上去就好了。其实这一款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女生，你们要选脚架就选这个就好了。好，然后再来一个更重要的呢，是我们的麦克风。麦克风其实是在拍就是这种治愈美食的视频最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我今天分享的这个是比较偏专业的，我个人如果你没有对声音有特别的追求的话，没有必要买到这个，说实在的。这个是 Zoom H5 的，这个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一款产品，但是它其实已经算是半专业了，也没有说到非常专业，算半专业了。那它非常非常好用，因为它只有自带的麦克风。简单来说，这个就很像一个录音笔这样。那假如是一般人要拍摄这种美食视频的话，用什么样的麦克风？其实像一般的麦克风就已经非常足够使用了，像罗德的小蜜蜂，或是罗德的NTG Video Mic， 或是罗德的 NTG Mic Pro， 其实只要有一个指向性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关键字，叫做指向性的麦克风，没有必要说一定要买到这么专业的。OK， 除非你有追求。那我今天拍摄的话，就用这个 Zoom H5。好，那再来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个小脚架。那这个小脚架呢，我已经忘记它什么品牌了。这款曼富图跟这个小脚架有在我之前一层的视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三脚架的选择，大家也可以去往前翻一翻，往前看一下。那这款的话就是成威。那这个小三脚架要干嘛？就是把你麦克风架着，然后让它尽可能去靠近你的拍摄主体。好，然后再来是一个耳机。耳机的话也不用太追求，我的话是用森海塞尔的一个监听的耳机，但是如果是一般拍摄的话，也没有必要说要用到一个监听耳机，只是我只有这个监听耳机。对，那这个监听耳机要干嘛？接在麦克风或是你的相机上面，那你可以去实时去听声音，去防止你的声音有爆掉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拍美食的话，收音它必须得靠很近，然后我们收音的音量会调大声。那调大声的话，就会假如有一些杂音，或是突然你的动作变很大，它声音可能会爆。所以我觉得监听耳机是还蛮重要的，就拿一般的自己的 iPhone 耳机啊之类的，杂七杂八啦接一下，对，要听着去拍摄。OK， 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没有那么必要，但是我觉得很好用的一个就是监视器。那如果有监视器的话，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方便。我只要监视器放在桌上，那我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我们通常在拍摄的时候都是特写。我就可以看着我的画面去执行、去操作，这样会变得比较轻松，可以去完整自己的构图，还有整个画面的美观。好，那我们主要的拍摄设备讲完了之后呢，最重要的是灯光。OK， 那我们灯光要怎么选择？我真的建议啊，就大家直接选择自然光就好了。但是如果各位想要打灯的方式的话，大家也可以再往前去翻一翻，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
灯光拍摄，在家拍摄使用灯光的一些技巧，这样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下，相信也会对大家有些帮助。那我们今天的话，就用最低成本但最高质量的灯，就是我们的自然光。好，那我们今天拍摄的话，因为我不太会做甜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拍咖啡，好吧？我做一个咖啡给大家喝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设备都有了，我们就开始拍摄吧 ，Let's go。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手动对焦。如果你用自动对焦的话，它时常会有去跑焦的这个问题。像如果用白背景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的画面，如果白背景的话，如果我不是用手动对焦，它可能会有这种一直跑来跑去的这种东西。 OK， 那我们可以先把东西放好，我们的盘子。 OK， 大家可以听一下声音，我现在这里已经在录了。对，这个声音就很清脆，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然后我们先对个焦，可以给大家听一下咖啡豆的声音。好，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光是如何控制的。第一个 tips 呢，就是拿一块布。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像这种比较专业的白旗，其实一般的纱窗就可以了。如果各位是在自己的家里去拍摄，那把一片纱窗遮住你的光源，就是像我这边是窗边，遮住你的光源之后呢，其实它光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过滤。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柔和的。好，第二个 tips 呢，就是尽可能靠近你拍摄的主体。像我这次是使用50的焦段，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写的一个画面哦。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收音啊，要尽可能的去靠近，但是千万不要穿帮。你看，像这里就穿帮了，所以我们要把它藏起来，但是也要尽可能的去靠近你的主体，它这样收音会比较棒一点，对吧？然后第三个 tips 呢，就是斜上45度角向下拍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拍摄的角度是往上，然后斜下来45度角。那这个角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神奇的角度，它可以尽可能的去展示到你美食 的任何一个角度细节之类的。对，斜上45度角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角度，神奇的角度。那你可以尝试去多换一些机位，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技巧或太多的时间的话，其实固定机位拍摄起来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像我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固定机位，我只要一个动作做完，那我就可以执行下一个动作。 OK， 那小人物我们现在第一个画面就是上咖啡豆。 OK，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咖啡豆。好，我的咖啡豆磨好了，大家可以听得到这个清脆的声音。Oh my god， 这个收音。OK。大家是不是可以听到这个涓涓的流水声？还有外面的施工声音。好，想必最后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有喝进去的声音。拿进来，记好位置哦。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喝咖啡的声音，咖啡拿出话，然后才有这个吞咽的声音。其实各位可以再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靠近自己的喉咙这里，然后我直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啦。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帮我点赞、关注、分享一下。希望这些视频对大家有帮助。OK， 希望你们也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美食视频。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